弹出去叫皮，挑进来叫爬。我是上海民族乐团的琵琶手于斌，我最主要演奏的呢是弹拨乐器之王琵琶。我们平时都很习惯，就是说作曲家给到我们一份谱子，让我们完完全全按照谱子上面的音符去弹。但是当一位演奏家或者去演绎这首作品的时候，他是有血有肉的。Flamenco 这首曲子，当作曲家给到我们谱子的时候，西班牙的这位吉他老师，他有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随性的东西，这种感觉和我们以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这些都是从即兴的时候流出来的东西。一般我们演奏琵琶，它很柔，这种是普通的弹法，但是我们它有很多松松紧紧的东西，让你的心一直在波荡起伏。我其实很希望跟各种的音乐模式去融合的。共同家园它给了我们演奏家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。